来祷告。是的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主啊，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的爱带我们来走合一的道路。感谢亲爱的天父，再一次的聚集我们来到圣殿，一同吟诗赞美你奇妙的恩典，使我们在还有生命活气的时候，就可以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何等长阔高深的爱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因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洗净我一切的罪孽，宽恕我所有的过犯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。愿神的爱将我们聚集，使我们真知道，主啊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坚固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。所以我们每一位主内弟兄姐妹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，乃知道并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在主里面同心合一，兴旺主的福音。愿我们时刻都与主有亲密的关系，并且能够得以聆听到主你对我们的内心说话，领受正确的意向，使永福教会做社区的明灯，成为宣教发展的精兵。愿主的恩膏大能充满浇灌，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你必预备够用的恩典，好叫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来跟随你。圣愿圣灵掌权，我们全人全心全意单单向你敞开，在以下时间当中恭敬的排列在你面前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赞美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Amen。 我们一起来做最大的诫命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今天神的话语记载在三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是出埃及记四章十九到十七节，第二个地方是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四节，罗马书十六章三到四节。我们先来读出埃及记来分析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主啊，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谁造人的头呢？谁使人头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是你口才，指向你所当说的话。摩西说：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：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亚鲁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。你要将他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我们来看新约使徒行传的百姓。这事以后，保罗离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，遇见一个犹太人，名叫雅居拉，他是在本都，因为俄老留一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心里带着七百基拉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口问了他们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因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。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在会堂里辩论，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问百基拉和雅居拉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，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。但我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宗教会也感谢他们。愿神的话语激励每一位在他里面有恩典有份的人。接下来讲到要从中传道师，从中传道师今天所要讲到的题目是团队服事之美。讲一下